晚上要跟学长们一起聚餐，那他们都已经把食材准备的差不多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笨拙一点，不知道要准备什么，也不知道要再带什么过去，所以我决定把我今天所有新鲜酿造的屁，全部都放在这个罐子里面，在晚上的时候带过去跟学长们一起分享，当做饭后甜点。揭晓这个瓶子了，哎，这边我们参加的人有，这边是果姐，迪康，寿明，梦泽，蔡田，还有妮妮，那现在就是我想一个数字让他们猜，如果猜中了，就要试一下这一瓶神秘的瓶子。什么叫试一下神秘的瓶子啊？我们等抽中那个人。我们再来揭晓这个瓶子。该不会是整瓶酒吧？好，我想了一个数字啊，国姐开始。三。下一个。零。下一个。七。下一个。九。下一个。四。四下一个。一。一下一个。要稳啊！Nothing can hurt me.